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91面，第一行，十乘之理观，能发究竟之模式，以五蕴生死迷暗之法为坚固。天台的十乘观法，我们学到第三。第三是善巧安心，善巧安心者，善意发心，自安其心也。以发心为所安，以吉兆为能安。吉即是止，观啊，照即是观。若信此心，但是发心，则起是发心起，灭是发心灭，了其实不起灭，妄为起灭。如实提达成功，法界俱寂，是名止。若观察此心，提示无明，无明痴惑即是发心。无明发心本来皆空，空也不可得。发心动了，明知为观，若离法性，无安心处；若离直观，无安心法。由上，上是前面所讲的发真正菩提心。虽然是讲了、听了，没开悟，故用此方便善巧，令得心安。我们把这段的文念过去了。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如果我们在前面发菩提心的时候，就像前段末后总结的，发慈誓愿是四弘誓愿所以在观不思议境不能开悟那是上上个人能够依照前面所说的原始中道妙境就是《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也就是妄境还原观前面讲的三条依这个发菩提心，发四弘誓愿
就能开悟。啊，是如理思维，豁然开悟啊！啊，入凡圣位，这是个人根性不同。根性高的入圣位，浅一点入凡位。啊，凡圣怎么说呢？都出六道轮回了。四圣法界，大乘叫成为外凡，就是你证得了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这是凡位，外凡。如果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入圣位，超越十法界了。你生到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这是神啊！这凡圣位是这么说的，这真发菩提心啊！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四弘誓愿。天天在发，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度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你真有这个誓愿吗？这个众生，我喜欢他，我爱他，你能不能度他？不能度他。为什么呢？你有情执在人，你爱他，你怎么能度他？高六道轮回啊，那个众生，我讨厌他，我恨他，你能度他吗？你也不能度他。那不爱不恨的，你更不能度他。所以，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那是诸佛化身菩萨的境界。人家却是念念不舍众生。看到众生在受苦，引发自性里面的慈悲心呐，大悲心呐。怜悯一切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你是不是天天都是这个念头？啊，天天还想着自己名闻利养，啊，都想着损人利己，这叫什么菩提心？菩提心哪有损人利己的？啊，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如果真的发菩提心呢，后面三条决定落实了。为什么断烦？烦恼不断，自己没有成就，拿什么来度众生？度众生要德行，德行是断烦恼；度众生要智慧，要方法，那就得学法门。啊，要度尽一切众生，包括三贤十地。那你一定得成佛，你不成佛，你度不了他们。啊，你的德行智慧比不上人家，你怎么度人？所以
为什么菩萨那样的精进不懈，自行化他，全是第一条的能量啊！我们讲动力，什么力量在推动他？他在那个地方这样子认真努力去干，就是那个大愿。我早一天成就，我早一天能帮助众生，我晚一天成就，众生就要多受一天苦，这是大慈悲心啊，这个心在推动啊，啊，一点私心都没有啊，有一点私心，菩提心就不见了。啊，纵然发，发出来就消灭了。这是我说我们发心不能够豁然误入，道理在此地。我们不是搞真的，是搞假的。啊，为什么我们搞假的？因为你对事实真相不了解，啊，就是对第一条所说的，诸佛菩萨所如的境界，完全不知道。啊，诸佛菩萨的境界，在这个十观十门观法里头，不思议境界，就是《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现在科学家逐渐逐渐的发现了，啊，这里头重要的几句话：色从心造，全体是心。大乘教讲万法唯心，法相中说的。心外无法，法外无心，这是不思议境界啊！啊，像经上所讲，三界无别法了，唯识一心造啊！啊，《华严经》上告诉我。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哪来的？心现，心生，识变，六个字就讲完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心现，真心现。真心生的，妄心变的，所以那个心里头有真有妄，妄是阿赖耶。啊，简单的讲，心心识变。啊，或者讲心生识变都可以，一个意思。你要真听懂啊，真听懂了，他就开悟，他就明白了。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清净心
就变清净境界净土，染污的心就变秽土，善心就变善土，不善的心就变恶土，不就这个道理吗？全明白了啊，那他就知道了，把所有一切染污不善放下。为什么？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真的东西是善的。我们中国老祖宗知道，佛法没到中国，他们都晓得啊。所以老祖宗说：“人心本善，人之初，心本善。”那个本善是真的，是自己本有的啊。本善是什么？本善就是佛菩萨啊。在现前这个时代，灵媒很多，中国外国我们常常遇到，附体很多啊，附体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这些灵媒附体传达的信息，你一定要了解，千万不要误会，误会你就上当了。你用智慧，善体会他的意思，他们是佛菩萨。不善体会，他们都是魔王外道啊！外面境界，记住佛说的，无佛亦无魔。佛跟魔从哪呢？从你心里面生的你心是智慧，全是佛；你心里面是烦恼，全是魔。由此可知，外头境界不是佛，也不是魔啊！啊，传来信息，哎，说你是菩萨才来，你是真的菩萨，假菩萨了，别说菩萨了，菩萨身边的人，你想想，他有没有六通？菩萨身边的人，啊，六通是什么境界呢？小乘阿罗汉的境界啊！大乘华严经上告诉我。其性为菩萨的境界，你看实性，他才到第七性，六种神通具足。那我要问你，你有没有六种神通？没有，你是凡夫啊！你是佛，迷惑颠倒的佛；你是菩萨，迷惑颠倒的菩萨。那大家都是啊！那《华严经》上佛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哪个不是佛？个个都是佛。啊，你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啊？是啊。释迦牟尼代表什么意思？能忍寂寞。你对人一片慈悲，对自己清净平等，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你跟他一样啊！你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意思？无量智慧，无量德能，
无量慈悲，无量方便，样样都无量啊，无量光，无量寿。你是的，你自信本来就是无量光寿啊。啊，那么你今天因为你迷了自信，你迷失了无量光寿啊，那就不叫不称你做阿弥陀佛，你本来是阿弥陀佛，现在不叫你做阿弥陀佛，叫你做凡夫。啊，是这么个意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只要现的是相，无论是什么样相的相，啊，看得见的是相，听得见的是相，音声的相，啊，鼻闻得到的也是相，气味的相，啊，舌能够尝得出的酸甜苦辣咸的相，都叫相，没有一样不是虚妄的。六根是虚妄的，六尘是虚妄的，六识也是虚妄的。啊，这虚妄东西从哪来的？是自性生的，是自性现的，就是心现的，真心里头。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自性里头样样不缺，但是样样都没有啊，样样不缺。欲云能生万法啊，没有缘的时候，清净寂灭啊，什么都没有啊！遇到缘的时候，能生万法。能生是真的，就是自信的；清净寂灭是真的，现象是幻象，是假的。就像我们看电视屏幕一样，屏幕是真的。为什么？永恒不变。里面所现的影像是假的。啊，这个大家知道，它刹那刹那在变化。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不爱假，不妨碍假，假也不妨碍真。啊，再仔细看呢，真跟假是一不是二，这就叫中道，叫中观。啊，我们只看屏幕是看空，空观；只看里面的影像呢，那是假观。知道真就是假，假就是真，真不离假，假不离真，真假是一不是二，这叫中观。啊，诸位，细细去体会。电视屏幕所演出的这些节目，你能成无上道啊？你把这个看清楚了，看懂得了啊，现前我们的世界跟这个一样，完全相同。那我们能接触外面境界的，这叫正报里头的六根、六尘、六识啊，六尘是外境啊，六根、六识假的，外面六尘也是假的啊，是屏幕上现的这些相。只要你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是佛。只要你不分别，你就是菩萨。
你要不执着，你就是阿罗汉，你就得其正受。受是享受，正是正常，你得到他正常的享受。正常的享受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健康的享受。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你在这个现象里头起生起七情五欲，七情五欲是不正常的享受啊，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啊，这种享受是不正常的。为什么？自信都没有，完全与烦恼相应啊！无欲，财色名食睡，坏就坏在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完全不知道。你要是真正稍有体会，你对佛菩萨就不能不感恩。为什么？不是佛菩萨示现教诲，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就在我们面前，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我们就是迷惑颠倒啊，起心动念想错了，言语说错了啊，身体动作做错了，变成一身的病态啊，病态不说了，还搞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自己造的，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啊，心是轮回心，起心动念不就叫轮回业吗？啊，自作自受啊，不是从外头来的。啊，上根人听了这些话，真开悟了。真放下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再也不起心动念了。这人成佛了，上上根人。所以观不思议境，他就开悟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六祖慧能大师24岁，在五祖方丈时就入这个境界了，一听就明白了吗？一明白马上就放下。放下之后再不迷惑了。这是真的佛菩萨啊！放下之后马上迷了，又迷了，凡夫赞叹你的话，你是中下根性，就是赞叹。那不是赞叹，说老实话，说老实话，你是一禅体，一禅体是印度话，梵语。
意思没有善根。啊，纵然有善根，非常非常薄弱，它不起作用。这些道理要懂啊！啊，懂了之后，信德现前。啊，信德里头，处事待人接物的信德，是谦虚啊。你看世间圣人，孔老夫子、孟夫子多谦虚，你看看佛菩萨多谦虚。啊，普贤菩萨礼敬诸佛，谁是诸佛？一切众生是诸佛。啊，你跟普贤菩萨见面，普贤菩萨先给你行礼呀。他知道你本来是佛，所以先给你敬礼。普贤菩萨看到花草树木，他也先敬礼；见到山河大地，他也敬礼。为什么？花草树木的本性是佛性。山河大地的本性也是佛性啊，经典上称他们做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所以一切恭敬啊，我们读了华严经，读了华严观，了解了，不但是啊，前面所说的全是祝福，乃至我们经典前面读到一毛一尘，一毛一尘很大了。我们身上一根汗毛，汗毛的尖端，一粒微尘，啊，微尘里面的一点，啊。这个经上前面我们读过，296名，第三行，一毛一尘之微点，都是诸佛。啊，这一毛一尘的微点，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所产生的现象。啊，弥勒菩萨不说吗？一念不绝。就产生了精神现象，我们讲正报。正报才有依报立刻现前，依报是物质现象，正报是精神现象。现在科学家知道，物质是精神现象变现的，所以他说物质是假的啊，佛法说精神现象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精神现象是阿赖耶业相变现出来的，阿赖耶的业相是自然现象，转向是精神现象，物质是境界相，都不是真的。所以跟你说万法皆空啊，没有一样是实在的。啊，那个空不是没有，它能现万法。啊，就像我们电视屏幕空，什么都没有。啊，但它能现，能现现象，能现万法。啊，没有缘的时候不现，有缘的时候它就现。啊，缘从哪的？缘也不是真的，这不可思议。这不可思议四个字太妙了啊！你不能思，不能意，为什么？因为你思意都动心，都起心动念。那不起心不动念，完全了解，你就见到事实真相；起心动念，你见到事实的幻想，你没有见到真相。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厉害呀、啊！他在这现象里头不起心不动念，真相大白啊，所以叫成佛。我们总得问问：哎，这什么？那是什么？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具足。啊，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啊，跟大乘经教讲的，个个不相入啊！啊，这是我们学大乘的难处，难在此地，难不在外面，是在自己的用心，全用轮回心想理解大乘法。这办不到的啊！理解你所理解的大乘的皮毛啊，大乘的粗浅常识，大乘的精髓，你别人都占不到啊！啊，不执着了。才沾到一点边缘，那是什么人？阿罗汉、辟支佛。好像进大门了。大门里头还有二门。二门里面才有大堂啊，啊，才有宫殿呢、啊。啊，阿罗汉是进大门，没进二门的。菩萨进了二门，没有登堂入室啊。啊，什么人登堂入室呢？证得诸法实相，化身菩萨。啊，我们这个地方讲的初住，入初住位，这是圆教初住。啊，法华是圆教。啊，别教的初地。圆教的初住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前面所说的如理思维豁然悟理这登堂入室了啊，入室等觉菩萨
41位法身大士登堂，我用这个比喻，诸位能了解，这修行次第。我们今天说老实话，连虚脱环都做不到，人家称你是佛什么佛再来，菩萨再来，恭维你的，鼓励你的，你不是真的。你要是无知，哎呀，我真的是什么菩萨再来，完了，肯定堕地狱。为什么呢？大妄语，你没有证得，你以为证得。纵然你不是有心骗人的时候，那叫什么呢？佛家根本叫正上慢，傲慢心升起来了，自以为是了。傲慢现行，烦恼起现行了。你不是智慧现行，你是烦恼现行。所以，你走的不是佛道，是魔道。佛道是空家中。你都着想。你都起烦恼了，这还得了？这还不如不学，不如乡下老太婆、老阿公一生老实念佛，他真有成就。所以严宗学教，用心不善。全都走上岔路上去了，还不是弯路，弯路还可以走回头，走到岔路去，永远不知道回头。菩提心发了，不开悟，本来菩提心一发就是处处菩萨。诸位要知道，阿罗汉没发菩提心，辟支佛也没发菩提心。全教菩萨也没发菩提心。菩提心只要一发，就是圆教初住菩萨。为什么他用真心呢？他不用妄心了，用真心叫法身大士，超越设法界。设法界里面的人全用的是阿赖耶，把阿赖耶当作真心。什么叫真心？他不知道。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这就知道根性又差一等的人了。要善巧安心，善巧是方便法。善以法性自安其心，也很了不起啊。他用什么安心？他用法性。大乘道里面，他是第三等人，在我们凡夫里面说，哎呦，他第一等人，顶尖的。为什么呢？以法性自难起，这还得了？法性是真心。以法性为所安，
怎么个说法？撇开佛法不谈，我们谈中国老祖宗的教诲，也有这个味道。啊，《三字经》里面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性本善是不是发心？是啊，一点都不错啊。我知道我性本善，我念念回归到本善，哎，心不就安了吗？我不能走悟，为什么不能走悟？我不是我的本性，我本性是善。那有恶念、恶言、恶行，错了啊！他能够归到本善啊，以本善为所安啊，以吉兆为能安。吉兆是方法。吉是清净心，照是智慧，清净心能生智慧。啊，所以吉就是指，照就是观。啊，吉是说心不向外头远。大势至菩萨给我们讲的，都是六根，这是指。净念相即，那是观。止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啊，张家大师他老人家教我，我那时候刚刚进门。啊，正式接受佛教人第一堂上课。啊。他要跟我讲止观，会把我讲糊涂啊，那个麻烦就大了。他变一个方法，说看破，说放下啊。虽然不明他的奥义，但是好像能懂的啊。我还问他老人家，看破放下从哪里下手啊？他告诉我，从布施啊，跟我讲，财施得财富，法施得聪明智慧，无为施得健康长寿。这曹仁教给我的啊，教我改造命运啊，我一教奉行呢。学了就真干了啊！先学放下，然后再学看破啊！放下怎么呢？心真清净。啊，贪嗔痴慢的心就渐渐缩小了，它不是扩大，缩小了。啊，放下吧，这就缩小了。啊，有界限，有范围了。啊，可是它果报真显现。才不是，越施越多。啊，老师教的是，越多越施，绝对不要留。
留就错了。留怎么样呢？你贪心起来了，你烦恼起来了。啊，有多少失多少。啊，失完之后又来了，又来比前面又多。啊，不管多多少，都要完全失掉，别留。啊，你不要怕，我统统舍了之后，明天没有了，那是你的妄想，你的错误观念。啊，你不必去想明天，明天还没到。啊，你今天舍掉，明天会得到更多。啊，老师教给我，我已经做了60年了。我给大家做证明啊，确实越失越多啊。啊，我什么都没有啊，60年来一天也没有饿住。一天也没动住。啊，虽然没有道场。啊，没有一个家，没有个住处。啊，我也没有一天在外面过夜。啊，完老师的话完全证实了，而老师的话是出在佛经上，佛说的。啊，为什么不干？为什么执着这个身呢？啊，为什么不把贪嗔痴放下呢？贪嗔是病根，修道不难，不能正果。连开悟都被他障碍了。啊，我们念佛不能得一心也被他障碍。念佛不能往生还是被他障碍。啊，我们自己最大的冤亲债主，最大的障碍就是贪嗔痴慢疑。为什么不放下？这说明啊，灾难的因真因不在外头啊，在自己啊，自己从内心里头把这个灾难的因拔掉，内外灾难都没有了，内身心健康，外居住的地方。不会有灾难。佛法的好处，佛法的利益，真舍利益了。利益无边际，利益无穷尽。这么好的东西不要，那叫愚痴了。啊，李世民说的叫傻瓜了。啊，下面说，若信此心，但是法心。我们这个心，虽然是妄心啊，妄心还是法心变的，它的体是法心的。这是我们不认识啊！啊，所以妄真妄不二啊，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问题在心，你只要相信这个心，相信这些现象，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全是这个心变现出来的。
这起是发心起，灭是发心灭。这个起灭，我们要认识清楚。起是什么呢？是缘聚。灭是什么呢？是缘散。缘聚则生起，缘散就消灭了。聚散无常，聚散那个起不是真起，聚散的灭不是真灭，所以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个事实真相有没有看出来？科学家看出来了。科学家讲出一句话，我听了，知道，他们看出来了。他说，整个宇宙里头，只有三样东西，除这三样东西以外，什么都没有。这就他看出来了。这三样东西是什么？物质、信息、能量。这三样都是缘，聚它就现象，散现象就没有了。缘聚缘散，聚是它，散也是它。啊，跟佛法讲的没缘。名词不相同啊，我们听了之后一听就懂啊，就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所有现象都是幻象啊，《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梦幻泡影是假的，不是真的。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就不要执着，就不要分别，就对了。你执着分别就错了。啊，所以执着的心是轮回心，六道轮回。啊，分别的心是四圣法界。比六道是高明多了，不受六道的苦了，但是他不能见性，不能见性，他不能得大自在。啊，他的活动空间限于十法界，他不能超越十法界。如果执着没有放下，他的活动空间限于六道，不能超越六道。啊，到最后，佛教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成佛了，跟他的境界完全平等了。啊，诸佛如来在一切境界里头，决定不会起心动念。这才叫究竟圆满，究竟彻悟，啊，所以下面说了其实不起灭，
妄为其灭，要是明了啊，你对事实真相明了了，实在跟你讲，没有起也没有灭，而起灭这个幻象，你看错了。我们今天看电影，今天看电视。这个画面在这个屏幕上的起灭，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所看到的粗的像感官上的像，真像没看到。真相，我们用从前的电影，从前的电影是幻灯片组成的，一张一张的幻灯片，你会看得很清楚，放映机的镜头打开，幻灯片投射在荧幕上，这个像起来了。升起来了，放映机镜头关起来，就下面换一张，换第二张，再打开又投射到荧幕上，再关起来又换一张，一秒钟换24张，我们看到电影上。好像是个像连续的像，其实那就像动画嘛，张张不一样没有一张是相同的那个很容易让我们觉悟没有一张相同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现在告诉你，放映机的速度加快了。你看，从24张加到多少张？加到每一秒钟1600兆张。你能看到一张一张的幻灯片吗？你看不到了，它换得太快了，完全不能觉察了。而以为它是真的，造成了你严重的错觉。法界的真相没有生灭，你以为有生灭，一个动画的画面，你能观察的时间是一秒钟，一秒钟里头这个画面，已经起灭，交换了1600兆张。佛经上给我们讲的真相，科学家知道是这个现象，但是科学家没有说数字，只说非常快速。佛经上把数字说出来。所以了要明了生灭就是不生灭。为什么呢？生灭的相你找不到的。
它速度太快了。你概念上才有生，才有灭的话，它已经生。那才生的时候，太早就灭掉了。这个现象，《大乘经教》里的说，八地菩萨他能感受到。八地菩萨的心定啊，七地的定功还没有办法啊，还不能见到。八地以上的这个定功能够体会到啊，能够看到事实真相。啊，所以佛不是靠科学数学啊，跟这些科学仪器不是靠这个，完全用定功。禅定里面所观察到的是限量境界，啊，不是比量，不是非量。如是体达功成，法界聚起。啊，如是像前面所说的，法性为所安，即照为能安。啊，体达功成，即是体会，达是达到。功夫成就了，啊，八地菩萨了，法界聚集，遍法界虚空界，清净寂灭。这个清净寂灭相在呢，就在现前。那现在地球上灾难这么多，北非现在发生战争，啊，好几个国家联军。对利比亚开战，法界聚集，我们没看到，我们看到是动乱，动乱是粗相。菩萨看到是微细的相，微细的相就没动。啊，就是说，我们凡夫看到的这个画面是连续的相。佛菩萨看到是底片，一张一张的相，没动。我们心是浮躁的，菩萨心是定的。啊，定是真心，浮躁是妄心。妄心看到的是妄想，真心看到的是真相。真妄不二。那就是中道实相。啊，若
观察此心体是无明。啊，你能发现到我们现在起心动念的心、分别的心、执着的心、啊，自私自利的心、贪嗔痴慢的心，这个心的体是什么？是无明。在佛法说，这是实心，就是阿赖耶，也叫第八识。无明，无明没智慧，就是愚痴，啊，痴和迷惑。心性本来是明的，现在无明。啊，这一桩事情，咱们老祖宗也知道。大学第一句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你看这一句话，三个字，明明德。啊，那个德就是发心，发心本来是明的，明德。现在上帝再加一个名字，那什么意思呢？意思还不就是说，明德不明了。现在要恢复明啊，明明德。如果本来就明，上头这个名字就不需要加了，就是明德了。加上这个字，我们就马上知道明德不明了。啊，现在要让它再明。不就这个意思吗？明的是体验，明的就是知识，就是本善呐、啊！啊，性本善呐、啊，明的是本善呐、啊。那不明呢？不明就不善了。啊，现在这个世界。有人说，人心坏了。啊，心坏了就是你本善变成不善了。你本来是本善的，本善是你的本性的，明德是你的真心的。啊，你现在的真心、本性。不是没有了，迷了，不起作用，它起的作用全变不善。啊，现在的人性是什么心？名利心，好名好利，贪名贪利，啊，在中国。古圣先贤告诉我们，三皇时代，人心是什么？是道。换一句话说，在佛法里，它与自信相应，这是道。自然的，啊，本善，明德自然现前的，
没有污染了，到五帝的时代，三皇到五帝，差不多是500年，500年到1000年的样子，1000年是一个大的纪元，慢慢的到迷了。 迷得很轻，还有德。三王，五帝下面是三王，三王是下上州，下上州德衰了，迷了，有仁，仁都能够爱人，行有不得了，反求诸己。 啊，人能自爱，人都爱人，这个难得了，不容易啊！到春秋战国这个时候，人不知道爱人，换一句话说，自私自利呀，增长了。孟子拜访梁惠王，梁惠王跟他一见面，就向他请教。说：“叟不远千里而来，叟是对老人的尊敬称呼。你老人家不远千里到我这国家来。” 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大概你给我国家带来很多的利益了。你看，把利益放在前面。孟子回答说。 王何必曰利也？亦有仁义而已。意思就是，我给你带来的不是利，是仁，是义。仁者爱人，义者循礼。义什么意思？齐心同念，言语造词，合情合理合法。 这叫义，如理如法了，所以那个时代大家重义，就讲义气。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15年亡国。 汉取而代之，这中国的大一统了。汉武帝聪明，国家才统一，这么大的富裕，这么多的人口，怎么教法？他采取了董仲舒的建议，在诸子百家里头。 挑选出儒家，以孔孟做代表，用孔孟的学说来治国。这汉武帝，他对于中国的贡献。 非常非常的伟大，他以礼治天下，道德仁义礼，这个制度确定，一直到清朝都遵守，朝代。
改朝换代多了，每一个这个做帝王的人通通遵守。啊，用孔孟学说来治国。啊，清朝亡了，民国兴起来了，把礼呀也疏忽了，造成今天的世界混乱。啊，社会混乱，地球的灾变频繁。原因在此地我们不能不知道。现在人崇尚科学，不相信伦理道德。啊，日本这一次的灾难，啊，我们看到网络上报道的信息。东京知事就是东京的市长啊，好像不是现任的，前任的他说话了啊，他说这个灾难是老天对我们的惩罚啊，所以有一部分人不赞成他的说法，请他离开日本。啊，还有一个副县长，好像也是政府官员。啊，东京那边朋友的时候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副县长跟大众讲话，他说灾难是不善业所感召的，啊，也就是我们众生做的不善所感的。这些说法跟佛经教里头、跟圣人教诲里面完全相应。我们真的明白了，弃恶扬善。盖邪归正，端正心态，灾难可以化解。这几句话是美国布莱登先生所说的。啊，布莱登是个科学家，他说出化解灾难要用心态，端正心念可以化解灾难。不是用科学方法。啊，这些大科学家知道物质现象怎么形成的，物质现象的基础是精神，就是心念。啊，这个说法是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说的，他是量子力学家，啊，爱因斯坦的老师，他已经不在世了。啊，他告诉我们，世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物质是什么？是意念的累积产生的幻象。为什么这个幻象这么复杂呢？根据他讲的
这是频率不相同。啊，都是我们念头，念头啊，也是一种波动现象。频率慢的就变成固体，啊，坚硬的东西；频率快的，啊，就变成软，松软的。啊，像液体，啊，这些类，更快的变成气体，啊，我们现在所知道最快的，就变成电磁波，变成光波，这最快的。啊，换一句话说，光波、电磁波也是心念变现出来。那换一句话说，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都离不开心念。啊，这个心念是阿赖耶的转向。啊，阿赖耶转向从哪里来的？从业相来的。业相就是波动现象，啊，科学称它做能量，啊，现代科学家这些发现，印证了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是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啊，他们想印证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在底下说，无明，无明就是波动，发现。本来皆空，空也不可得。空是一个抽象概念，你不要以为真的有个空，就分别这个空、执着空，全错了。为什么说它是空？因为它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但是这三种现象都从它那里变现出来的。啊，本身它什么都不是，它能现这三种现象。啊，它能现的第一个自然现象，从自然现象里面变现出精神现象，从精神现象变现出物质现象，速度快，快到我们无法想象。我们好像这三种现象同时发生，其实有先后，先后我们找不到。啊，这三种现象全是假的，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所以记住，空也不可得。法界洞朗啊，明知为观。这是观真正观透了。啊，我们讲看破，真看破了。法界聚集，这是真的方向。啊，法界清净寂灭，清净平等觉，法界聚集。
一念不生啊。啊，照见呢，是法界动了，这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慧能大师开悟，法界是什么样？他有简单的报告，20个字。啊，他讲自信，自信就是法界，自信就是真如，自信就是法性，就是佛性。啊，他第一句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没染污，从来没染污，往后也不会染污。啊，本不生灭，它真的是不生。啊，本自具足，他虽然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能行。啊，什么都没有，你不能说他是无。啊，第四句说，本无动摇，那就是说，自信是本定。啊，法界本来是清净寂灭，幕后一句说能生万法，啊，宇宙万物，佛经上讲。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一真庄严，全是他变现出来的。啊，能生能现，是法性土，法性身。就像我们用一张幻灯片打在荧幕上，永远不会变。所以叫一真法界。哎，我们把一大堆幻灯片放在放映机里面，那就变成电影。电影荧幕上画面是动的，是无常的。一张幻灯片打上，是永远不动的，是常的。我们看到真相，在电影里面我们看不到真相，是一张一张移动的，我们看到幻想、梦幻泡影。啊，所以那一张的。那是什么境界？就是诸佛的十宝庄严土，永恒不变啊，能生万法了。啊，能生万法，这妙了。不可思议了，这一桩事情，大乘经教最后告诉我们：为真方知。也就是说，只有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
你就明白了。你要没有放下，给你讲讲不清楚啊。如果讲得不好的话，会产生很多误会。你解错了啊，很讲得很好的佛菩萨啊，他来跟你讲，我们中下根性人听都会产生误会啊。开经记说得好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今听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那真能解如来真实义吗？这个弟子是武则天做的。武则天现在在地狱，他要真解如来真实义，他怎么会堕地狱呢？记字做得好啊！你看这首记做出来之后，后人无论在家出家，再想做一首开经记，没有办法超过他，所以一直都用他的，做绝了。啊！所以他心里想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实在全都凑齐了。可见这个事情难啊。那佛说的真实话了，这一句说绝了，唯真放之。你一定要真，要真了，你一定要放下。放下执着，你证阿罗汉。你能够解少分。啊，读经、听教，能解少分。如果再放下分别，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你能够解多分，不能完全理解，必须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叫妄想。放下妄想，不再起心动念，你就全部了解了。啊，为什么？那是佛的境界。你成佛了，你全部了解，你才真正懂得如来所说真实义。无论长说短说。短说，佛说一个字，你都明了。啊，佛说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你也明了，一多不二。啊，这都是第一条所讲的，不思议境界。一定要放下。啊，不放下错了。为什么？全是假的，我的身是假的，家是假的，地球是假的，一切万物全是假的。你在这个里头起心动念干什么？起心动念已经错了，你还搞分别执着，错里头大错啊！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变成三恶道。把清净平等觉变成烦恼，变成了业障，变成了罪孽。
这些与别人毫不相干。要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人害你，妖魔鬼怪不害你，害不了你，谁害你？自己害自己，这是真的。妖魔鬼怪他们的伎俩没有别的，只不过是威胁利诱，就干这个。威胁利诱，你不理他就没事啊，他不能强迫你啊，引诱你，你自己甘愿上当，那什么话说的？开赌场，赌场在诱惑你。你到那里去亏一本万利，马上发财啊。你也会倾家荡产呢，这你都知道啊。你经不起诱惑，还想去试试看，碰碰运气。你到倾家荡产，到最后没有办法自杀了，跳楼自杀了，活该呀！你不能归罪于赌场啊，是你甘心情愿去找死啊！但是开赌场呢，开赌场他用心，不善那个果报。我们很清楚，三途地狱而且将来很麻烦他虽然是自杀了，是因为你诱导他自杀的，你将来还要还他的命，你还得还他的钱，所以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晓得。这个行业是最不应该做的。眼前虽然得暴利，后患无穷啊！你要付出什么样惨痛的代价？得不偿失啊！所以天下第一等的好人，第一等的善人是佛菩萨。谁是佛菩萨？人人都是佛菩萨。只要你觉悟了，不迷惑了，都是。迷了就是妖魔鬼怪。左传上有一句话说得好，人气场在妖心，意思就是人要把场丢掉了，他就是妖怪。妖怪是人做的，场是什么呢？仁义礼智信叫五常。人要是把仁义礼智信丢掉了，他就是妖怪。左传上说的，所以妖怪在哪里不仁不义，无礼，没有智慧，没有信用，那就妖怪，就妖魔鬼怪。古人是用这个标准的，不是讲什么三头六臂、青面獠牙，不是说这个。你要知道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里面一丝毫的迷信都没有。
我们能够设立，能够相信，能够理解，能够依教奉行，我们得有古今中外的圣贤，才真正的五体投地，心悦诚服，没话说。决定是依教奉行。为什么他们是真的？就像经典上所说的，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诸法实相，就是法性。真实智慧，真实理。一点都不假了。方东美老先生把佛法交给我，告诉我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学了60年，享受了60年，天天感恩。老师的照片供养在讲堂，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面对老师。如果不是他叫我，我这一生也就苦难很多了。肯定继续不断可能会。怎么可能超越六道？超越是法界，老师的教诲，遇到3个真的是好老师，张家大师帮助我扎根。我的扎根教育前3年得力于张家大师，后面又10年亲近李老师，李老师看到我们命太薄了，生起怜悯心，没有福报，没有寿命，教给我们改变命运，改变命运最好的方法就是讲经教学，也正好这是张家大师教导我的，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叫我学释迦牟尼佛，所以上台讲经教学，李老师教的，命运整个转过来了。寿命转过来。这一生心地清净，做了一点好事。好事续福慧命，
希望正法能救助。啊，对世间法，对中国的传统，啊，我们发的心。是为古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干的这种事情啊！佛教给我们彻底放下明文利养啊，我们对明文利养。毫不关心，毫不在意啊！这些事情是我们该做的啊！我们所求的只有一桩事情：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除这之外，什么都不要。待清净心啊，幕后这个地方总结，热力发现无安心处，真的，现在人心都惶惶，力发现确实没有安心处啊，热力直观没有安心法，直观就是看破幻想。那你懂得看破放下，有安心的方法，把心安住在自信上。啊，慧能大师所说的这五句话是自信。望境还原观里面前头三段，前面三段都不长，很短。啊，那讲的是自信，自信的体相作用讲得很清楚。啊，《金刚经》也非常之好，啊，大家都很熟悉，正安心法了。啊，但是最简单、最殊胜、最稳当、最快速。不过于佛说阿弥陀经，我们没有办法安心于法性，我们把心安在阿弥陀佛上，这比安心在法性还具体，容易啊。啊，我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我只要见阿弥陀佛，啊，其他都不要，全放下，决定的生净土，啊，心就安了。我不想再出过世界住了。我一心到极乐世界，心就安了，心就定了。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你怎么会不成就？啊，所以由上发心不悟，发了菩提心，有没有开悟？用此方便善巧，令心得安。啊，这个。黄念老引用了摄尘之理观，能发究竟之模式，那就你不能误入，就变成模式。难啊，净土容易啊。你看天台家直观的时候，叫你安心在法性上。现在净土中叫你安心在阿弥陀佛上，你看安在阿弥陀佛是容易还是安法性容易？
发现虚无缥缈，它在哪里不知道。阿弥陀佛很现实。那我天天在念阿弥陀佛，天天在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就行了。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舍城观法比不上念阿弥陀佛啊，但舍城观法我们要知道啊，你才有个比较。净宗殊胜，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